喝，你要喝吧，你要啊，说出来。赌上了职业生涯，压力这比现场直播唱歌可怕多了。不要挑了，直接吞下去。我觉得直接吞了，对。来，再可以可以了。我觉得他有能力，可以多吃几个。掌声声好棒啊！掌声好棒啊！哎，天哪！干啥呢？一二三，走！三走！小心，扒住他！不太可能。干嘛？干嘛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我们要进行的任务叫做乌鸦喝水。乌鸦喝水。在匈牙利人眼中，乌鸦是非常聪明的鸟类。这里有诸如乌鸦王、鸭石村等多个和乌鸦有关的历史和传说，他们认为乌鸦是吉祥的代表。好，接下来这项任务就和乌鸦喝水有关。搭档中一人双手被绳子绑住，在其他人的干扰下努力用瓢往队友头顶的水盆里灌水，另一个人头顶水盆坐在座位上，将接到的水倒进面前的桶中，使桶中的乒乓球浮起，最快将乒乓球叼出的队伍获胜。凯哥和程程，你们临时分为一组。不、哦哦，好凉啊！我觉得需要兑点热的，可能。好凉啊，这水。这是冰水。我去，冰水。所以没那么 enjoy 今天。感受到了。冰。我两个在这项任务中，除了第一名之外，其余的组别按照你们用时的多少排序接受不同水量的水耳光惩罚。水耳鬼耳光，亏你想得出来、啊、你打我，我怕一会儿假睫毛掉，我头发变直了。可是那个是看点。素颜飞新的名字已经起好了，叫素颜飞。谁先来呢？大家来吧，加油！张真人宋雨琦挑战，计时开始。哇哇哇！白鹿可以啊！哇塞！发生什么事儿？听到这个痛。俩体育社的，张队长，泼就完了，泼呀，泼，泼了，我泼了，泼了，我泼了，一滴没进去。腹肌打腿肌的，白说。一滴没进，一滴没进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冷静，你要冷静。哎，有了有了。完了，还没倒进去，一滴没倒进去。你快点继续。这什么？使劲使劲使劲！使劲使劲使劲！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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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没力气了，我还被打了一下。这个多，
前1分54秒，我们上线是5分钟。那个是我们的。哇，等一下，把你淋刘海，淋刘海，接一下油。哎呀，全浪费了。快，哇，有了有了。快快快快快！以为跳在空中就不会被拉回去。哇！别浪费！哎呀！有了！女儿已经疯了。还不行，还差一点。有了，有了！好，这回行了，这回行了。可以了。好好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好。现在把甄媛抬到这个花坛上，就是温泉的一个雕像。刚才雨琦和甄媛用时3分09秒，恭喜！全红了，太牛了！我也要拉，我们拉他们俩，快来来来，他们俩，报仇。拉仇恨，拉仇恨！我刚他们一滴都不要记，我跟你说。我让你们全都在身上，好看。去吧，身。周身能摸到头。加油！周身迈着沉重的步伐，走向了水桶。他能否够着水桶呢？加油，身哥！这是今天最大的悬念。周深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他用嘴。哎呀妈呀！你那是水枪咋的？让他咬一点，让他咬一点。好，来来一个扇走，扇他，扇他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哦，有有，哎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前面这人眼神也不咋地。来吧，深哥。哎。就是这个感觉，咱俩就坐在这儿啊，咱俩不要动，咬到了吧？哎，打不到，太难。好，让你打到，哎，打不到，哎，咋了？轩哥，你是想直接摸到那个瓶子里了？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太惨了，太难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。我想采访一下你现在的心态。我们是好。人，不要再拉我们了。我知道你们是好人。你要喝了，你要啊？对，说出来。此刻白鹿桶里装的是周深的漱口水，一会儿还得拿嘴接那个球。你手在抖，深深你的手在抖。我帮你。好，出来了。可以了。OK， 可以了，漱口水。对不起。下不下得去嘴就看你了。对不起，漱口水计时，我现在在计时，漱口水在下面。白鹿周深用时3分55秒，恭喜！很好，很棒，很棒，非常棒。接下来就停了，接下来要出战的是陈乔恩和李晨。谁能拉得动你啊？我天哪！我去！大哥，你这，哎，你赶紧的你。No， 我没有拉你。宋元飞，我没有拉你。都醉到这儿了，真拉不住。太恐怖了！
你说你要哪一条？我真的我一点都拽不动他。很多很多，这一次他们不能赢，他们不能赢啊！大哥加油！不玩了！哎，哎呀妈！不能放弃啊！不能放弃！好！陈哥、陈川用时3分20秒，恭喜！接下来要出战的是凯哥和程程。哎，我这 GoPro 角度对吗？我这好像哥布林拍出来。我觉得你很有可能第一下绝对到在这儿。还有距离感，我的脖子就是尺。你感觉到被控制了有没有？后面有个小猴子。你是声控的吗？我怎么感觉怎么一滴都没进来呀？妈妈的，看那辣椒，他不想赢，给我这个。滚！哈哈哈哈哈！那直接拿这个，拿这个，我怎么拿这个？这个球太大了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太重了！哇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！哇哇哇哇！行了行了，我们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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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上那算了！不行，不能输，不能输！出来了，出来，别让我输出来，太凉了！用时4分18秒，最后一组了。加油！夏哥，你怎么跟喝多了似的？这是啥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哄都不想够了，是不是？已经饭肠都快出去了。红都够不着。你要去换衣服吗？让沙哥盛一瓢吧。给我一瓢吧，大雄。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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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沙都要唱戏了。你高点，你高点，你高点，现在把平着平着把它倒脸。哎，出来一半，你们都放水成这样，停下来，加油，停下来。滚！在刚才的任务中，用时最少的组别是张真源和宋雨琦队，你们两位可以免于接受这一环节的惩罚。其余的五组，你们各组派出一位成员来接受泼水惩罚。我来接受惩罚。你们派谁？周深。然后第三，凯哥。等等，我刚才淋水了，哥，你这次淋个吧。你都淋了，你就到底吧。会有更多的理由，剪刀石头布吧。
好好本来还有一个好形象。凯哥第三，你第四。什么？我还第四？因为你们是两个组。好严谨啊！那我们石头剪布干嘛？就决定谁前谁后水量不一样。越往后水量越大。越往后，那我在前面，越往后水量越大。我赢了，我定，我赢了谁？我定。没，已经有结果了。要有一天你的黑历史会越来越多的，我今天把话放外。第六名我们组，但我们选派的是素颜飞。我们是按照传递由前一位成员泼后一位成员。是一场，那谁泼我呢？与其他们第一名可以来泼陈哥。那你别打到我脸啊！啊，不会。好吧，来。哎，你闭眼吧，你别躲，你往前。不是，我不怕你打着我。不会打着你的，你相信我。加油！别误伤我。起飞了，快！这一巴掌，我跟你说，你泼不泼？哎呦，这个心态，你知道，一下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吧？别背，不能躲，管躲。等一下，不够多。我要听你取的，你放心。前者的仇恨都放在后面一个人。好了，不要。不能拿手挡脸。好狠哦！把耳朵堵上去。来了吗？来了。三、二、一。准一点啊，深深。一、二。我可以分两次打吗？你快点好吗？我都怕。给个痛快啊！别动啊，来喽！我已经感觉到怒火已经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天哪，为什么？比赛基本上是打不到的。等会儿我戴个头盔可以吗？不行。我这样子我又不挡脸。不行，我们要看发型。看你的发际线健不健康。要这么远吗，凯哥？我已经准备好接住你了，陈大哥。你这样泼不着的。你要正面还是侧面45度迎撞击，还是温柔一点？正侧，温柔一点。正面，来吧，直接正面，直接。不是，你给个口，但是不带耍赖的那种。三、二、变，一，别挡脸，变行，0.5。闭眼睛，这点我能吓死他，我跟你说。闭眼睛行。好，然后数三二一了啊！三、二、
不能泼，孙燕飞，我来吧，我也坐着，你泼哥吧啊，你泼哥，来，来，还好吗？你还好吧？晕了，晕了。我们在哪里？你还记得吗？上水。既然节目组把这一棒交给我了，你的盆不准砸到我啊！好，放心。好，会不会提不动啊？你提得起来吗？范丞丞，感受一下，有点滑。你要拿稳哦，你这容易甩出去。你盆不许砸着我啊！我再说一遍。我被抽晕了。我觉得你这差不多了，这些别太多了。行，这些可以。你还得这么提着。坐一起，你干嘛呢你啊？不是，他没不够。来吧，你忘了我平时对你好啊？你没事，人一下就过去了，那一下就过去了。歌舞了，歌舞了。太多了，这个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啊！三二一，三二一。水少的疼，对，而且这个软你可能力量还分散了。那再来一次吗？那换宋元飞来一次吗？我一看宋元飞真的害怕，都跪下了。黄瓜杯子贴R标的康师傅绿茶，腾格野餐垫，糖面包，番茄，白萝卜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可我现在有点缺氧，我觉得。你是不是开始有点紧张了？紧张，成不了一点大事儿。来。好，预备。第一组第一次挑战。奔跑吧。番茄、黄瓜、白萝卜，没有白萝卜呀，走。不行，有吗？这儿找到了。哇！还挺长的。注视，注视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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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停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面包都拿出来了。橙格，橙格不是绿格，拿错了颜色。那个野餐垫，野餐垫，野餐垫，野格，绿，是吧？不知道，现在拿一个吧。所以一共成功的东西是五个，五件：黄瓜、长面包、大R标的康师傅茉莉绿茶、茉莉绿茶、白萝卜、白萝卜、番茄、番茄，没了。可以，子夜，可以，可以。那你们第二位出战的，请来这里拿取物品清单。周深，给他们打个眼，告诉他们什么叫歌手。我，你不要给我压力。深深，这是赌上了你的那个演艺生涯。你们俩就放心拿吧，都不用跑，走着过去都行。这一局游戏对我来说压力也太大了吧。
别紧张，深深，没人责怪你的。你这么厉害，这一次不算什么的。不是说不要给我压力吗？无论如何，你在我们心里都是最棒的。休息一下吧，子怡。曹操，你一会儿要没喊这么长，我告诉你。啊，来了，快跑，他要跑了。他现在是赌上了职业生涯，压力这比现场直播唱歌可怕多了。来了啊，你准备好了啊？奔跑吧，有主持吗？耳快是主持，耳快是主持，这个就是耳快，走。没了，野餐垫，野餐垫，然后饮料有没有带啥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快一点，还能说话，有没有可能一边出声一边吸气？那还是有点难。花没有，还有吗？蔬菜有，蔬菜有。什么？南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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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萝卜，白萝卜，白萝卜，还有什么？哇，他是在搞创作。好，宝珠梨、白萝卜、南瓜、耳胯、野餐垫。恭喜这一轮你们拿到了六件物品。其实最后一轮跑好累啊，前面都跑过了，对，你跑的嘛，一直在，对对对。我年纪大点，那我先喊了啊。行。杆子。凯哥在吸收大地精华，天地精华，吸天地之灵气。为什么凯哥范儿起这么足？在干嘛？好，等一下，醉远了有点。吸太多天地精华了。来，哪儿了啊？奔跑吧。感觉蔡文姬要起飞了都。快，鸽子，鸽子，鹏哥，走，蔬菜，水果，水果，水果。这气儿没了，还有吗？没了。哇！没了，没了，哇！没了，哎！噔噔噔噔，大家快！凯哥，凯哥，我们都走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要再来一轮。好厉害！哇！这以前练什么？这是练小号的。哈密瓜、苹果、红锅、白色花、耳块、红哥野餐垫、红哥野餐垫、鲜花饼，全了。拿到了七样东西。七样。我现在眼前有点黑。看不见了。就一个人看就行了。就一个人看就行了。不是黑。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听到他们气好足，就好难受。来，进行第二轮挑战，来吧，我加油。
奔跑吧。什么东西？茉莉花，什么玩意儿？西兰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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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有西兰花？西兰花，这是，还有什么？OK 没事啊，吸气了，没有，就是没有啊，等一下，没了，是跑完之后没气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没气儿。西兰花、花椒和花生油。拿到了三件物品，好离谱啊！我拿来。大家累了可以品尝一下康师傅无糖茉莉绿茶。大家累了一会儿可以品尝一下康师傅啊，茉莉绿茶，真无糖选用春豪级的茉莉花茶，茶味纯正。没错，确实是真无糖的啊，喝起来非常健康，大家一起来试一下吧。非常健康。我真的喝到了茉莉的味道，很清香，很好喝，而且啊，你看这里写着零糖、零代糖、零能量，感觉就算喝很多也不会有负担呢，还能很好的补充活力，既好喝又健康。我开始不用你们喊啊、哦，不是他一只脚在上面，哎，别说话了，别破了我真气。你出声了吗？你这是在练呼麦吗？你都要入定了。这纯搅和，这纯搅和，这不能算，这不算了。我被白鹿，我像一头驴。被白鹿白鹿给拉着，不是，正由缘分，稍微长点，哥，必须长，你放心。奔跑吧。没打扰你吧？咋样？行不行？他们没打扰我，但是我能感觉到这儿有很多热气。让五样啊！宝珠梨，米线没拿对吧？米线跟耳块没拿。自然粉，耳块没拿。T R 标的康师傅。OK， 成功五样，第一轮，来，晨晨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没，开始呢，我还抢好了，我听到了呀，找调呢，好了，来了啊，小米线，宝宝，小米线，哎，不能摇过手。陈儿哥，不是我，流眼泪了，别哭了，别哭。
是不是也太慢了点？好几个里头没有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走错屋了。欢迎大家来到下午茶时间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现在约定俗成的一日三餐在古时候还没有成为日常。通常情况下，一天最多吃两餐，才能适应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劳作节奏。而在早晚两餐之间，他们需要补充各式各样的小点心来提升能量。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点心，但是你们需要用特别的方式来吃点心。点心时间，两位大人需要用特殊的方式吃到面前的点心。两分钟内，吃到饼干较少的人将被淘汰，由其他大人上场补位。吃到饼干更多的人将留在场上继续比赛，坚持到最后的大人将获得线索玉佩。拿到它，没问题，三打二呗。三打二，他俩还有机会上吗？当然啊。我能不能看吃的东西是啥呀？主要看想不想吃是吧？来上茶点，甜甜甜圈。哦，曲奇 在这个面粉里头，是要放最中间是吧？对，这儿啊还在下面。哇塞，这么低，这么低啊！我有这么长的上半身吗？就你看，我才到这儿，盘子在那儿啊。不在这上面，在这个上面，大哥。哦，在这个上面。使臣啊，请张若楠先出战吧。行。然后由你来挑选一位你想挑战的成员。凯哥吧。嗯，他先挑厉害的。他只要赢了，他知道后边的对他的威胁就不够大了。他怎么知道他肯定赢呢？哎呀，我也不讲了。哎，哥，走你。哥，你不能这样。啊！啊！哈哈哈哈！至于吗？一个玉佩。他真的下不去。凯哥，咱要不那个咬一个起来。他为什么这么坚固啊？给你好了，我有一个预备了。我错了，哥，还好吗？不好。但我觉得最好是刚才若楠的头把凯哥的头摁进去。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错了。我也不行，这玩意儿，我的腰下不去。薛瑞，哥，你先休息会儿。你上吧，你要输了我就不用上了。啊，护目镜还是很好用的，得亏有它。哇，好厉害啊！他已经玩出经验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玩出经验了。再加两个就赢了，加油！哎呦，哎呦！不行，中间的这……哎呦，哎呦，加油！这不错啊，中间的不错，加油！这是最佳效果，云瑞就想要这个。太远了，最佳效果，云润，最佳效果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哎呀，还差一个，把碎的叼就好了，碎的更难其实。哇，
绝杀呀、啊！这个服了，若男又赢了，给个机会。若男又赢了，给个机会。我哎呀妈，太惨了！没有，我把你支起来，我把你支起来。谢谢啊，还给你支，还羞辱你。哎呦！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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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是不是腿伸出去会好一点？就刚刚我已经试过了，就是岔开腿，侧着。但是腿不能伸直是吗？伸直就不算。那伸伸咱俩呗，要不然你可能都没机会上了。我都可以。可以，不行，用牙齿，用牙齿咬，可以一个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啥个？这怎么够的？老沙，第一排总得叼一个吧？第一排总要叼一个吧，沙哥，总要叼一个吧，沙哥。主要是肚子硌住了。开大胯。哎呀！你的手，你的手。别笑。没事，我可以。沙哥，叼了起不来了。这不行，我都玩累了，我都躺下了。太远了。可以。沙哥和饼干的距离是一个银河的距离。沙哥，你还叼吗？自己把自己笑倒了。算了，我们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们不要了，行不行？这个比爬那个还累。我跟申哥比一下。哎，真的，这比爬那个还累。现在就是我俩谁赢了谁去是吗？对。来，他直接就奔中间去了。我俩很想得到这个信息。对。这个玉佩，哎呦，周深呀，哎呦，周深，周深，神龙摆尾，周深要开始了，周深也，你们一个组的都不放过彼此，不放过彼此，但我觉得吃到对面的那一排是不可能，不太可能。干嘛？干嘛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我吃不到东西。行吧，我赢了，因为我是女生会软一点，不是一点，不止一点，我怎么都吃不到中间，你知足吧，第一排跟那是你的问题。恭喜张若楠赢得了一块线索玉佩，稍作休整之后你就可以到府邸大街上询问线索。我们现在从女生开始吧。可以可以。好吧，多想刺大王，你告诉我，今天这王我一定替你刺了。哎，我那够到了，你腿往前上一点，腿往前上一点。哎呀，你能看我一眼吗？我想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。我不想这么拼。你现在说话都吐白眼儿。我告诉你，这饼干不是被吃的，这个饼干已经碎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上面有一个凯奇的一个面具在这儿。
真的，你不是荆轲，没有人是荆轲了，我跟你讲。有多白呀、啊？非常白，就是跟墙是几乎是一个颜色。我向你学习，凯西姐。你学会了吗？咱们是一个呀。好，学会了。是不是一边都是四个呀？我三个。凯奇五个。哎，是凯奇吗？凯欣 OK 吗？因为你胜了，你要继续。把眼镜戴上。你脚不给我。我要再玩吗？那他呢？你们俩可以自己分配你们怎么出战。那等于说他俩其中一个人比两次就好了。对，我们最终是只要从两队中决出一个胜出的人去拿线索就可以了。行，可以。你知道努力是该怎么玩的吗？我知道了。拼了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哇！没了。那我们先确认一下，刚才晨晨吃到了三块，我吃了四个。有两个碎的我都舔出来了。哥，我吃了六个碎了俩。不，晨哥好多吃的都碎了。你看啊，一二三四，这都是我舔出来的，这都是我舔出来的。哎，你测 DNA， 肯定有。今天这猫必须得刺，要不然我太对不起我凯奇姐了。晨哥，要不我直接来，因为他本来就有两次机会嘛。就等于我比下去一个人，对吧？现在决胜局了吗？对对，现在是决胜局。没事，我来吧，都得走这么一遭，来吧。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只要从两队中决出一个胜出的人去拿线索就可以了。你再多讲一会儿，他俩就头就粘上了。这个箭已经在弦上了，现在。哇塞，斗牛哎！拼了，明浩！拼了，明浩！糊弄过来就行。晨晨咬了一个，晨晨咬了一个。来，这都是我的。哎，你们刚有看清谁的？我真看不清。看不清是不是导演？那我们再来一次。也行，来个决赛吧，放一个得了。行 ，OK， 就他行吗？可以。离你近不近？等会儿手得备好啊，手连这儿都不能摸，行吧？不能摸的啊。怎么样？我要使阴的了啊！我跟你讲。那我使阳的，来吧。好，来。头一回上嘴唇嫌弃下嘴唇，现在我是。凯姐，对不起、啊。你尽力了，我尽力了。我看见了。恭喜侯明浩胜出。好，稍作休整之后，请你到府邸大街寻找馄饨张的老板来打探消息。馄饨张，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卖馄饨的。啊，就那个。我们今天任务的截止时间还剩1小时54分，任务卡就在桌子上，请大家读取一下。义气吃西瓜，限定时间内七人接力吃完一个大西瓜，从第一个人开始，觉得吃不下了就吹口哨，然后把西瓜盘子传给下一个人，最后一个人需要吃完所有的西瓜并吹响口哨。我不会吹口哨，怎么办？真不会，吹气球也不会，吹口哨也不会，吹牛。你们不
不早点说，一路吃老多东西了，真吃不下。200秒的时间，大家要接力吃完这个西瓜。如果没有吃完的话，就视为这项任务失败。加油！看瓜人走起。来吧。不要挑了，直接吞下去。我觉得直接吞了，对。来，再吃。可以，可以了。我觉得他有能力，可以多吃几个。感觉声好棒啊！声好棒啊！你还吃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还吃？还可以吗？嗯。他一点儿都不吃。哎呀，有点流口水啊！一点儿都不吐。你感觉好厉害呀，同学好厉害！等一下要吹口哨，他吹了。口哨呢？快快，现在还有多少？吹不出。现在已经40秒了。哇！哎，我要吹不出口哨怎么办？你做个趋势，我给你配音。哇！哇！三。哇！快点，快点，快有点发急。快快快！不要想籽儿了，就咽，对。想籽儿了，他说只能这样了。你还得考虑籽儿。最难的吹口哨。多少秒了？现在已经1分15秒。别吃完，再下一个。我觉得赶紧给我们，没时间了。他在榨西瓜汁。哎呦我去！我他在榨西瓜汁。我刚才就怕了，白鹿不要再榨西瓜汁了。新白鹿牌榨汁机，来给。已经过去90秒了，快快吃一点吧。90秒了，90秒了，朋友们。吁是什么？吁了，可以了。我们俩能同时吃吗？不能。那我能把这盘子拿过来一点吗？可以。那得吁。你赶紧吁吧。再给你俩来行吗？这两块给你也行吗？嗯，不行了。对吧？到我这好像全是大的。手别走啊！多少秒了？120秒。120秒。我们剩80秒了。我还有80秒就结束了。鱼吗？鱼了。鱼啊！这算鱼吗？快！他不会吹口哨。快！你那往向外跑，你厉害。快！你看，你晕了吗？晕吗？快点吃完这块，吃完这块可以晕。开始说知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这么努力啊？等一下，没有吹，对，等一下，没有吹。晃！哦！飞咬了一半，你快吹！哇，那个大的这么大，早知道我吃大的了，朋友。可以。没了，我都。哎呀，好鱼！赶紧吃了就虚。快！好厉害，沙丽也厉害。闹着玩。向前舞，过时间了吗？3分44秒，完了，过了220多秒了，我们。很遗憾，大家在这项任务当中用时超过了200秒，挑战失败了。所以我们最后这个任务地点是需要大家从两个任务地点当中进行。这干嘛呀？这是。
怎么这么大的道具哟、哦？这啥？这荡吗？荡秋千。妈呀！怎么看起来这么恐怖？妈呀！我去！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项任务。接下来的这一项任务非常重要，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追击队要比神鸟队晚出发多少时间。哦，就越晚对咱们越好呗。嗯，对，所以这项任务非常重要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晚出发一期，漂亮，你是他们队的吧？飞翔吧神鸟，一队成员依次借助绳子飞跃到柱子上，飞跃过程中落地视为淘汰，另一队成员依次借助绳子进攻击落对方的成员并占领柱子，最终在柱子上存活人数更多的队伍获胜。哦，哇塞，这个好难哦。击落是击落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可怕、啊、击落击落这不晨哥一撞我们四个人都得下去、啊、他一撞这五脏六腑都炸了都晨哥跟打保龄球一样Match number two 然后追击队要分别跟两只神鸟队进行比拼，我们最后看总的积分，就可劲儿累我们一组，就把我们累到那个一点劲儿都没有，追不动。万一我们要是赢了一个同时出发呢？那不还玩吗？同时出发，周深一把就把我抓住了。你们组先来吧，我们先来吗？你们先来，你先来。手套跟袜子穿好。我可以先问一下最差的时间出发当中的那个值是多少？20分钟。如果神鸟队赢了，追击队晚出发20分钟，平局是追击队晚出发10分钟。如果追击队赢了，同时出发。20分钟那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吧？但是20分钟估计都已经到重庆了吧？你们？这能试吗？可以，你可以试一下。你能荡过去吗？你先活动开，白鹿。他都不用热身，感觉这一个个一窝窝就出去了吧。赶紧给大家打个样，打个样。不敢呐。从上面，从上面，从上面荡得远啊。从上面。走。走。啥呀？可以不用玩了，可以了，谢谢。这样就没了吗？对，这样就被淘汰了。这么残酷吗？太低了。试一下那个，你到那边去吗？但这个不好去啊。斜的。斜的。斜着能到吗？咻！哎呦！咻！哎呦！哇哇！你那个裤裆没破吗？我想问一下。不是，很容易卡裆。很好啊。你别以为很容易。好。先请神鸟队依次出发，站上我们的柱子。鸟队，来，鸟队，来吧，走。好，这有点厉害啊，这样打得好。来，哎，你刚才那个不挺好？就用刚才那个吧。你就还来那个。你刚才那个完美。好痛啊！我，你接我一下。我接你来。行了，来吧。你就最近的那个没人儿。那这个我就直接跨过。对，就拉着绳跨过去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请追击队进攻。进攻的好难，你懂吗？
你要把它撞下去。等会儿啊，我先能把这绳子拿过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撞也不太好撞。谁先啊？你们？森森。但我该怎么撞呢？我觉得你啊，去那儿等于是以卵击石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像韩庚，你看都已经抠在这儿了，现在已经抠这儿了。深深，其实你轻，我们都可以给你助点力。其实，要我们给你发个力呢？把我当扔石器是吗？就这样一下给你，就这样一下给你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哇塞！哇！干啥呢？哇！哎！天哪！干啥呢？一二三，走！三走！深深，扒住他！深深，把他抓下来！别放手！深深，别放手！深深，深深加油！他被留着了。深深不行，咱就回家。不行，再来。不行，再回来。深深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深深。回来太狠了，这太难了，这根本就做不到。深深，他在旁边玩我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全国人民都看见了，没关系，都看见了。接下来请追击队的另一位成员出战，来吧，陈儿，来吧，陈叔叔。炸弹来了啊，炸弹！你要来呀、啊？那咋整啊？你朝里边来，你先跟我说。正面，正面。那我过，咱俩换我去了。咱俩换一个。我去了。别，你留着，你留着。快出现！快出吧，出吧，快起身出吧。快快快，这样快快去去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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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完了，你占领了一分了已经。陈哥，你的功能是上去拿一分的吗？有点浪费啊。Yes， 陈哥是要去捡三分的呀。加油，加油！一二走。哎呀妈呀！静怡，静怡，等会儿，对。哎呦我的妈！撞错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！第一局，追击队得一分，神鸟队四分。里面最有攻击力的居然是我。接下来，请两队攻守交替，请追击队站上我们的柱子。那我就只能先去远的那个。好。哇，感觉他要断了这根绳儿。你走过去就可以了，静怡。哎，漂亮！哇，静怡，哎呦，好厉害，好稳哎！空中还倒手呢，我。对，跳起来之后还往上倒了一下。等一，哇，这怎么攻啊？我天哪！这样，你来这个，我去那个，你俩守这个，我守那个，那就不用搭理他了，那不用搭理。好，接下来请神鸟队进攻，来吧，凯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去哪儿呢？
你就得中间了，你就得中间了，这玩意儿你也动不了。这玩意儿不好动，不好动，这玩意儿什么意思？我们俩，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我给你揉一下，你跳下去。滚！哎呦我操！歇会儿感觉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是吧？那边不好去，那边不好去，转了一圈。哎，中间怎么李晨还过来了呢？这是发生了什么？再来一次。抓住，加油，加油！一二三，我也开，推猛了，卡出去溜沟了。你看看你的行走轨迹，一边猛，使多大劲儿啊？这比我想象中难呢。没，我们这个队友就给大家乐呵乐呵，对，乐呵乐呵，就给大家乐呵乐呵。一二三，我愿意。孩子，你要干嘛？为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一二三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你踩了我出去的结果吗？哎。自己荡过去，荡一下呗，输进去了，输进去了，哎呀，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。完了，你们要加油了，加油了！本来寻你们能直接把他们拿捏呢，你这把压力现在给我们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请第二支神鸟队和追击队进行比拼。那接下来请第二支神鸟队和追击队进行比拼。那我们再荡一次。好，你要远一点，陈哥，远一点才能悠过去。你是想让我来一个跟他们一样的效果？不，真的要远一点才能悠过去。你跳一步，陈哥，远一点，你蹦一下。对，最好空中换个手。哥，你空中收个手。你要表演一下。你一个手，你这样转一圈，完接我，我抓着你脚。你看过那个节目吗？你到这儿把我啪一逮，我咔跟你的。我先试一下。哎，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。你想象当中自己好像是泰山。结果一出去。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。正常来。走，哎呦，好。好，接下来请神鸟队进行攻击。怎么说呢 ，baby 姐这个队，起码送我们两分吧，不过分吧，少哥。好，抓住他，对，就这样，好，可以了。救命啊！放过我！太猛了，沙哥起码送我们两分吧，不过分吧？
你去哪儿？他把那个奥运场上的眼神给我使出来了，我怎么能不跑？我来吧，我捡个漏。完了，就剩 baby， 我觉得你回那儿吧。好，来，等我等一下啊，我们让静怡回那边。来，一、那 baby 二、三，走。不是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这个叫非战斗减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哥哥，喂，晨哥，晨哥，谢谢你啊。大静，你还没输呢，刚才。哦，对，我还有命。对你还有用呢。他还有命？有命？他荡回来了。哎呦！哇！漂亮，先回来，先回来，漂亮，干掉一个。全村人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。哦，这个好看了。强强对决。一二走！精彩！精彩！精彩！不对，你们还有一个，我还有一个，给我根绳。精彩！好，贝贝一步就上去。OK， 你看看。好，这一局神鸟队得一分，追击队一分。接下来，请两队攻守交替，请神鸟队防守。啊，还有一轮啊，对，还有一轮，还有一轮。最后一局，目前两队的总分是5-5，打平的。哎，我有个战绩，我觉得只要把他们都弄下去，我们就打平了。就是一打一，四哥，你这个战术跟赢没什么区别，就无所谓，打平就可以了。或者就我能弄下两个人，然后你们弄下一个就可以了。好好，懂了懂了。你去找 baby， 你就是跟他一起下去就行。跟他一起下去，静怡，静怡加油！耶！哦，再胜，再胜！换手，换手抱他队，换手抱他队。太猛了！一分，就剩我了。那我再上一个，我们不就赢了吗？视频，你如果现在上去不攻击掉任何人，你们两队就是打平的。如果你能上去且能攻击掉一个人，你们队就赢了。你要推掉一个人才是赢。对，你要不就平了。如果神鸟队赢了，追击队晚出发20分钟；平局是追击队晚出发10分钟。如果追击队赢了，同时出发。那我就站着是吧？你站着吧，你站着吧。我要过去，你一过去他就过去了。不，那至少他一个人能守两个。就赌一把，顶多是平局嘛。就同归于尽嘛。来吧，走走走，又走，踹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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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太激烈了！我在这，我这个视角好啊，给我一机器，我拍吧。
那我们就输了，输了，同时出发，尽力了，恭喜追击队获胜，是我们，是我们。所以在接下来的追击任务当中，追击队可以和神鸟队同时出发，成功。同志们，比赛跑步的时候到了呀。在古代，人们常常将温泉水视为一种神奇的药物。啊！你需要试试吗？你来呀，你来呀！好奇怪。《黄帝内经》里更是将温泉视为一种自然疗法，强调其与人体经络、气血的密切联系。哎呦，这么舒服呢！到了现代，科学研究表明，泡温泉在改善血液循环、促进新陈代谢、缓解疲劳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。今天大家就尽情的享受温泉吧，尽情的泡吧。麻烦一人给发个走巾，我帮你。没有任务吗？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任务是浪里小白桶，每个组别只用弹力绳将一个大的和三个小的桶从起点运送至终点。啊，撑开，然后给它夹紧。哎呦，哎呦，就是要把四个桶叠加起来。叠起起来？那怎么可能啊？不太可能完成嘛。在这项任务中，每一组完成任务用时少于3分30秒的话，就可以减少40个火罐，否则就视为失败。谁在下面扶那个桶呢？没有人。有人。有人。凯哥。见笑了。凯哥因为腰不舒服，所以你负责归位道具以及指挥。我觉得他们四个体重差不多，他们四个一组。对，我们四个。你有176，160，那咱俩一样。我俩150，我130。你才130，不可能。真的130？不可能，那你得多囊。不要是如此的欺骗自己，我怎么变成这个体重组的了？不至于吧？来吧，第一组第一次挑战。来来来。用力用力用力！不行不行，你试一试，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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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意儿不会断吧？下下下，啊，够，好，走，爬起来！爬！喂喂喂喂喂喂！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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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放到平面上，先放到平面，先放好位置，往那边点，你先放。你先放，放了以后再松，放了以后再松，先放，先放。你先把它放下去。先放。我下不去啊！松松，这边松一点，这边松。3、2、1，走。那太高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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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再伸，往上，往上。OK。哇哇。哎，你们别夹着这凯哥脑袋，别一着急把他脑袋给夹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夹我一个人来，我老怕他们弹着我。哎，小心小心，走。稳住，放，对。不是，稳住，还是得低一点。范成，你太低了，白鹿你得拉，对，往下，飞扬你往后点，不行，重新加，这个要折。那边要起来，你不能这么低，回去点，往后退点，军人。快！
很合适，但我好像看到了在遛狗的场面。这是个看谁脖子硬的游戏。慢，等会儿，冷静，等会儿，往后退，跟人往后退，你俩都整体往后退的，穿，好，露露你得拉，就你拉，你拉，拉，好，拉开往上，拉开往上走。下，稳的正好，抬高，等一下，郑远志往你这边，换成了。好，就差一点儿。对，预期。哎，慢点。好。低一点，再低。稳住。刚才用时2分40秒，恭喜！接下来轮到我们第二组成员出战，咱挑战一下，不挑战？我觉得挑战不了。别挑战了。咋了？你想挑战一把？我不是我想挑战，我是觉得他们青年组完事了，咱们少年组上的时候，少年组对，必须要打压他们一下子。当然，要不给他们做一示范吗？难道不是？咱这对角啊，得一样的劲儿。对。你是不是玄乎点儿，山哥？我告诉你，山哥身上全是矿。那不行，那咱俩对不了了。那你跟晨哥，你俩那啥？行，他俩力量行，你俩对角，我俩对角，这样匀称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们来吧，走吧。凯哥，你稍后注意复位道具和摆放啊。好，刚刚表现不错。谢谢啊。来，咱先试一下，来。别，不用那么大，这劲儿太大了都。走，你瞅着点啊。走，试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把蛇就蛇你身上了。不可能，不能吧？来吧。OK， 好，来吧。下，走。哎呀妈呀！走，来，往这边，往前，好，别动，等会儿，再往这前点，往前点，慢点，等会儿，稳的，先放，等会儿，好，往上，哎，你那边一哥，你那边往上走，哇塞，走。什么正经？狗刨式，果然爬着比走着快呀、啊！哎，慢点，太多了，小龙回来点，好，紧，走，哎，再来，还是你多，小龙，太多了，李晨太多了，老沙用力，老沙用力。哎，好，走你，夹住，走你，哎，好嘞，哎，别着急，慢点，慢上，抬高，
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陈哥，陈哥往这边点，陈哥，陈哥你过来点，你还得过来点，你人得过来点，小山啊，小山啊，你俩得再往后，我俩没法再往后了，我俩都快干完了，你俩前面那个凳太多了，别吵了，哎，大的。别吵了！啊！啊！啊！太好笑了，这个画面。蒋龙，蒋龙来点，蒋龙来点，山哥再来点，好，走你，哎，好。哎，对，先让他自己落上面。哎，对，完了，山哥，他再让你往后，你就跳下去。哎呦我去，走！慢！陈哥，你人得过来点，你得过来点，陈哥。慢！你往那边走。不，你得过来，你得过来。我来，我慢慢来，别着急，你们往后退。你人得过来，你人得过来点。站起来，得站起来了，得站起来了，得站起来了。你去哪儿？你下来干嘛？我身上撞下来了，这太有劲了，回来！小山，好，下再收，好，别用力，要掉了，别用力。我去！哎，等会儿，陈哥，你别过来，我们这边能行。好啊，往下往下往下，咱们先稳一稳。你俩往后转，先放好。哎，要掉。好，好危险。像咱们俩在牵着他们俩一样。小龙拉了，好。咱俩顺着让他俩找位置，咱俩先趴着来。哥，你陈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咱俩得起来，山哥，你得站起来，你必须得站起来了。稳住，你俩控制一下位置，蒋龙你往前带一带，先别松，别往你们俩那个方向走。怎么你们那儿搁浅了？先调整好位置，快站起来！对吧？对，咱上来就那么着急，那不行。最好箍在上面。龙子，你刚才不能太往前啊！你刚太往前，每次都是往你那边偏。哥，你这边也稍微给点劲儿，你也别给人划水。哪次不给劲儿啊？这起内讧了。
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要有斗志，要有斗志。少年强则国强。放过我们的风筝。死得漂亮点，好不好？破个记录。这给不给劲？这给不给劲？就说这给不给劲？OK。深度好睡眠，为奔跑加速，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。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，一口安慕希，超多超活益生菌。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箱馍片赞助播出。奔跑不怕痒，擦一下。本节目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。乌苏啤酒就是硬核。本节目由乌苏啤酒赞助播出。上 Z 世界奔跑吧部落，参加神秘派对，赢成员上身款服装等神秘大礼。陈晓、陈意涵主演的《火柴小姐》和《美味先生》，Z 世界火热独播中，开启美食的穿梭之旅。好，到赛点了，李晨状态不太好啊。他拿了什么？是安慕希益生菌酸奶。美宝添加了11亿 LGG 活性益生菌，李晨好像恢复了活力，战斗力爆表。太强了，狙杀，冲向8里，冲向太空。好喝更有益，一起安慕希。这给不给劲？这给不给劲？就说这给不给劲儿。OK， 回，慢点，慢点，慢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，对，稳稳当当的，慢点，慢点，慢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，稳稳当当的，对，对，稳稳当当的，反而能行，对吧？好，好，往这边点，往这边点，往你那边点，往你那边点。稳稳当当，稳稳当当。好齐呀！往这边，老沙用劲儿下，走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稳一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找好位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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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往这边，走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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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别动，别动，先别动。天哥，你过来，你说有点远。不远，春哥也不远，你往后走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等等，我拉了啊，一起使劲。这第三个就得站起来了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你到那儿，到那边再站。我知道。来来，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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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着急。好好好，收收收，好好收收收收。站起来啊，到那儿，到那儿。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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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俩往那边。小哥，小哥，小哥，你俩往那边。小哥，小哥，小哥。那二位。稳住，稳住。龙哥，你往右，哎呦妈！得往右点儿。你往前趴，对对对，晨哥往这边走点，你俩往右点，对，然后完了咱们还是趴下，哎，别放走了，放走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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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间了，拉了，哎，又过去了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啊，哎呀妈呀，半个桶在外面呢，我们这叫比萨斜塔。老沙使劲，好，收，走，别使劲，别使劲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还是对，车哥，车哥，车哥过来了，来，慢点，放慢点，哎，绳，不是，你得往前点，你往那边走一点。
好，不是不是，陈哥，再往前走。我往了，我往前了，往回往，你俩往后。那你先低一点，先低一点。你俩往后，你俩。好的，站起来。你俩往后，你俩往后站起来，往后站起来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往后站起来。啊！像一个炸弹要爆炸了一样。偏了偏了，李晨这多了多了，好好好，可以放了，可以放了，好，可以放了。啊！晨哥对，晨哥对，行不行不行？他叫乘风破浪的哥哥，厉害厉害！啊啊！用时5分40秒，挑战失败。啊！你们至少有了一个成绩，恭喜！听着没有，多恶心！你们至少有一个成绩，不像第一回连成绩都没有。